令人惊喜的时刻，想要和所有人一起分享。你可以用 iPhone 把它录下来，然后立刻发送，甚至让所有人马上加入谈话，一起聊聊。加油加油！哎呦，这同样也令人惊喜，不是吗？iPhone 如何让和孩子的旅行变得更简单？你可以在抵达机场前办理登机手续，给他在机场找点好吃的，为他准备一些好玩的上飞机。还有，突然想起家里的灯还没有关，你可以随时关掉它，一切都可以变得更简单，因为有了 iPhone。有了 iPhone， 可以不再介意等候。请稍后。你可以查看邮件，再看看快递这会儿到哪儿了。然后当你听到“马上为您转接”，你知道你还可以做点别的，一切都可以变得更方便，因为有了 iPhone。iPhone 拥有各种应用程序，有应用程序帮你挑选礼物，有应用程序帮你挑选房间的颜色，有的用来管理时间，有的用来打发时间，有应用程序为外出度假准备，甚至回家团聚。对，现在有超过10万个应用程序几乎能做任何事情，只在 iPhone。iPhone 的应用程序多种多样，有应用程序可以随时确认交易，有应用程序可以随时练习演奏，有的可以用来扫描，有的可以用来打印，有应用程序为你调整照片，甚至调整一个歪斜的画框。对，现在有超过10万个应用程序几乎能做任何事情，只在 iPhone。iPhone 拥有各类应用程序，有应用程序告诉你何时有航班，有应用程序告诉你何时有风雨，有的让你挥洒汗水，有的让你挥发灵感，有应用程序让参观更容易，前方是太和殿，甚至让阅读更容易。对，现在有超过10万个应用程序几乎能做任何事情，只在 iPhone。iPhone 拥有各种应用程序，有应用程序为你做金钱预算，有应用程序为你做金钱投资，有的用来学习一段新和弦，有的用来学习一门新语言。Qu'est-ce que vous conseillez？ 有应用程序专为鸟类爱好者准备，甚至天文爱好者。对，有超过8万个应用程序几乎能做任何事情，只在 iPhone。iPhone 拥有各种应用程序，有应用程序帮你查看今天的新闻，有应用程序帮你查看明天的天气，有的为你制作美食，有的为你寻找美食，有应用程序专为工作狂准备，甚至购物狂。对，有超过8万个应用程序几乎能做任何事情，只在 iPhone。iPhone 拥有各种应用程序，有应用程序帮你找到好友，有应用程序帮你找到方向，有的帮你增加词汇，有的帮你增强体质，有应用程序专为阅读爱好者准备，甚至初学者。人。对，有超过8万个应用程序几乎能做任何事情，只在 iPhone。